少年楚庄王在险恶环境中成长，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化解国家危机，志得意满的楚庄王欲带周而去天下，问鼎中原。在德不在鼎，王孙满充满智慧的回答征服楚庄王。明君贤臣风云际遇，造就楚庄王的雄图霸业。然而当一代雄主逝去，他所创造的盛世也很快光芒散去。春秋初期，楚国在南方迅速崛起，百年间北上灭国无数。与此同时，北方的戎狄频频南下骚扰黄河流域国家，中原一时岌岌可危，失去了对天下的领导力，周王室摇摇欲坠，天下呼唤新的领导权威出现，历史进入了争霸阶段。齐桓公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南征楚国，北攻戎狄，成为第一任霸主。称霸由此成为天下每一个有雄心的君主最大的梦想。第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后，一度被遏制的楚成王跃跃欲试，渴望成为号令天下的新一代霸主。刚刚崛起的楚国，虽然骨骼已经长成，但是肌肉还不够结实。一心想以蛮力征服各国的楚成王遇到了强大的对手晋文公。城濮之战粉碎了楚成王的称霸梦，楚军大败，楚国百余年来的北进运动被迫终止。以晋国为核心的新政治秩序形成了，楚成王最终死在儿子商臣的剑下。之后楚国称霸的梦想不得不交到了楚成王的孙子楚庄王的手中。楚国历史上这一位重要君主楚庄王的出场，在史记楚世家的记载中颇为传奇。楚庄王即位之后，持续三年沉醉于声色犬马，不理朝政，令朝中大臣忧虑重重。一位大臣毅然进谏道：“大王，南山之中出了一只怪鸟，体型巨大，如同传说中的大鹏鸟一般。奇怪的是，三年之中它不飞也不鸣。”楚庄王对这位大臣说：“这只鸟啊，不同寻常，我看他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
一鸣惊人。楚庄王的回答暗藏玄机，这位不同寻常的少年心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计划？楚国在城濮之战当中的实力，使得这一些原本归附于楚国的小国纷纷都转向投奔到晋国的怀抱里去了。北边没有屏障，楚国是直接置于晋国的威胁之下。百仆啊，包括是雍国啦、等等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些国家，他们经常的是对楚国进行一些挑衅，偷袭楚国，让楚国感到疲于应付。这是国际背景。国内呢，就是楚王的一些盘根错节的那种集团卿大夫，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国内，楚国数十年来一直内乱重重。城濮之战后不久，楚成王的儿子商臣提兵入宫，逼迫楚成王自尽。杀父自立的楚穆王商臣只做了12年君主就病逝，他给楚庄王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权力班底。权力紧握在权臣手中，楚庄王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君主。面对这样的内忧外患，这位深沉早熟的少年选择了以静制动，坐以待变。史称他即位3年，沉醉于声色犬马，不理朝政，以致有识之士十分焦急。实际上，为了让那些掌握了实权的贵族放松对他的警惕，楚庄王韬光养晦，暗中观察，默默选择可以利用的人才，如同那只3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凤鸟。这个表面上贪图享乐的国王，内心深处掩藏着难以想象的雄心壮志。不久后，楚国陷入一次前所未有的危局之中。公元前611年，楚国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灾害，全国陷入饥荒之中。楚国西部的几个少数民族在邻国雍国的带领下趁机发动叛乱，楚国上下人心惶惶，朝中大臣纷纷建议楚庄王迁都避敌。就在大兵压境，朝中大臣建议迁都之时，楚庄王决定率军亲征平定叛乱。谁也料想不到，几年前看似软弱的君王竟然会做出如此惊人的决定。楚国的这次危机成了楚庄王掌握权力的良机。楚庄王一方面安排楚国边战边退，诱敌深入，另一方面迅速展开外交活动，请秦国和巴人派师从背后进攻叛军，两方夹击，楚国一举将雍国从地图上扫平。即位之初，在险恶环境中如何自保性命，如何治理国家，这个年轻的君王开始悄无声息地布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棋局。这时候的楚庄王刚刚20岁，但他已经显示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在河南洛阳市南面6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片浩瀚的水面，这里就是鹿浑水库。鹿浑地区群山峻拔，河流蜿蜒。春秋时期，这一带属于周侯和周王室接壤区域，管理薄弱，导致山戎劫匪出没。
公元前606年春，楚庄王率领楚国军队讨伐一个被称为鹿魂之戎的少数民族，这是楚庄王首次涉足中原。鹿魂之戎根本不是楚国大军的对手，迅速溃败。然而胜利之后，楚庄王并没有班师回国，而是直接带着军队来到了周天子都城前的洛河之滨。越过洛水，北面就是周王朝的首都洛阳。遥望着这座已经耸立了几百年的古都，年轻的楚庄王回想起楚国400多年的风风雨雨。400多年间，楚国一直被这个傲慢的王朝视为蛮夷，开始是因为拒不进贡而受到周昭王的讨伐，后来又被以齐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大兵压境，自始至终楚国一直被拒绝于中原文化圈之外。年轻气盛的庄王身上流淌着历代楚王桀骜不驯的血液，突然他产生了一个恶作剧式的念头，他命令楚军在洛水南岸举行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那个楚国随着他的势力不断的北渐，所以他有问鼎中原的雄心，在这个王朝的郊区进行阅兵式示威，而且毫不掩饰自己要夺取中原政权的那种野心，去问鼎中原。楚军阅兵近在咫尺，洛阳城岌岌可危，惊恐之下的周定王派出大夫王孙满以慰劳楚军为名前去一探虚实。楚庄王在洛水之滨会见了周王朝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寒暄过后，楚庄王语带讥讽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象征着周王朝统治合法性的那九只巨鼎到底多重？言下之意是，周朝现在还有多少实力能维持天下共主的地位？王孙满当然明了楚庄王言语背后的含义，他回答：因为九鼎体积太大，无法称量。显然王孙满的意思是说，王权天下独一无二，并非人臣的权力可以比拟。楚庄王对王孙满含糊的回答很不满意，他告诉王孙满，只需要把楚国兵脊上的铜钩都折下来，就足够铸成九鼎。王孙满的回答后来成为春秋史上最著名的言论之一，他说，能否拥有天下的统治权，在德不在鼎。王孙满这一句不卑不亢的话给了楚庄王很大的触动，并不是因为九个鼎有多重他才做天子，是因为他的德行高他才做的天子。实际上有暗含着对楚庄王的一个讥讽。通过王孙满的对话，他认识到不能光凭军事实力，周天子几百年而没有倒，就在于他有深厚的文化根基，这种软实力并非一日之功，楚国还达不到那种程度，所以时机不成熟，楚庄王放弃。王孙满充满智慧的回答征服了楚庄王，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楚国以前被称为蛮夷。不久楚庄王主动率兵离开了洛水。在与王孙满会面之前，和楚国人一样，楚庄王有充分理由相信楚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
理应受到中原国家的尊敬。然而，这个已经崛起的国家却只收获了中原诸侯国的恐惧，而远远没有得到他们的承认。虽然楚国在方方面面向中原文明靠拢，但是在中原诸国眼里，这个日渐强大起来的楚国只不过是一个暴发户。首先，楚国的语言、风俗、习惯处处都跟中原不同。中原诸侯的语言呢，叫雅言，又叫夏言，就是周朝的国语，而楚国人所说的呢是楚言。这种语言呢，跟中原语言是截然不同。比如楚国人称主帅呢叫莫敖，称原野呢叫孟，称这个老虎呢叫斑。那么在其他习俗上也有很多不同。你比如周朝呢是以右为尊，楚国呢却是以左为尊；中原是以龙为尊，楚国却是以凤为尊。中原的墓葬都是头朝北，脚朝南，而楚国贵族的墓葬呢，头呢却是朝着东方。更让中原人无法接受的是楚国人对周朝礼仪文明的粗暴践踏。西周王朝可以称为礼制社会，主宰社会的不是法律，而是礼仪。周朝礼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遵守等级秩序，尊重血缘关系。用这个标准来判断，从楚武王起，楚国国君自称为王，就是不折不扣的大逆不道。楚人擅自称王，从来没有得到中原诸侯的承认。所以孔子改春秋的时候，从来没有称过楚国国君为王，多数时候称楚子，有时干脆称楚人。楚国前期不断发生的弑君丑闻，也被中原诸侯当成这是一个野蛮国家的铁证。楚国不断开疆拓土，发动战争，灭掉周边国家，用周礼来衡量，这是极为野蛮的行为。春秋战争要求必须师出有名，理由正当，战争的目的不是消灭对手，不是贪图利益，而是迫使对手屈服认错，重回礼仪轨道。因此，战胜国对战败国，一般都会令其称臣纳贡而止，直接吞并的很少。然而，野蛮的楚国人却不理会这一套。洛水之滨与王孙满的会面，成为楚庄王一生中最为宝贵的经历。那个悬在他心中多年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楚国与中原国家的差距不在于国库中堆积金银的高度，也不在于战士宝剑的力度，而在于文化的厚度。位于河南信阳市的七思碑，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水利工程，它比此后魏国的西门渠、秦国的都江堰还要早两三百年。主持七思碑修建的人是春秋时代楚国一个有名的改革者孙叔敖。因为这一项利民工程，孙叔敖被地方官员推荐给了楚庄王。楚庄王十分赏识孙叔敖的才干，破格将他提拔为楚国令尹。孙叔敖在担任令尹之后呢，就采取了雇农本、导民利这样的政策。他根据楚国呀这个水系发达、
河湖众多这样的特点呢，就兴修水利来发展农业，形成了南北灌溉网络，这个呢给楚庄王的争霸奠定了物质基础。除了发展农业生产，孙叔敖还特别重视民生，他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尽力使农工商各得其便，楚国经济繁荣发展。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在河南西川下寺发现了大批春秋中晚期的楚国墓葬，和以前发现的那些楚墓有所不同。这里出土的陪葬品不仅种类丰富，而且不再一味模仿中原，甚至强烈地表现出楚文化的独特性。这一切恰恰证明了，在楚庄王统治前后，楚国国力不断强盛，文化也趋向发达。要登上霸权的巅峰，楚庄王知道，除了强大的国家实力外，文化、道德、礼仪这样的软实力是让楚国腾飞的另外一只翅膀。楚庄王开始筹划自己的宏伟蓝图。在上层社会，楚庄王大力推行中原化，他参考中原礼法传统，重新制定楚国宫廷礼仪制度。庄王的时候有一个毛门之法，文武官员到了这个楚国宫廷外的一道门毛门的时候要下马，如果冲撞了这个大门，或者是你的马蹄马车踩到了那个滴水，那个屋檐的滴水的话，你就应该受到惩罚，或者是会把你的车室横木把它斩断等等。但是太子就觉得，我是什么人呢？我也应该受这种惩罚吗？他就偏不信这个邪。庄王的太子有急事要进宫去见庄王，这个车就见到了这个无言的这个下水沟，那么当时这个廷理就是司法官就把这个太子的车辕斩断了，而且呢还杀了太子的这个驾车的这个。太子为此呢就非常气愤，就是到楚庄王来去告状，要求楚庄王去严惩这个廷理。面对太子的哭诉，庄王回答，制定法律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像廷理这样严格执行法律的人，维护的是国家利益，怎么能杀害呢？楚庄王的这一席话获得中原各国的一致赞誉。除了实施符合中原礼法的制度，楚庄王还号召楚国贵族深入学习中原文化，并且自己身体力行。楚庄王时代之后，楚国使者在外交场合已经能像中原国家大臣一样纯熟地引用《诗经》进行交际与交流。楚庄王18年，楚国再次兴师讨伐叛楚投晋的郑国。郑国位于晋楚两国之间，若能降服郑国，楚国则能封锁晋国南下之路，进而控制中原。楚国实力远非郑国可比，楚军围困郑都3个月，郑国挺不下去了，郑军大败，国都沦陷。郑国国君郑襄公需要用这只绵羊作为道具来解救郑国面临亡国的危局。以一国之尊赤裸上身手牵绵羊，郑襄公按照周礼在宗庙前向楚庄王跪拜请罪，这是郑国面临穷途末路的无奈之举。
楚国的将军们一致建议楚庄王杀掉郑襄公，在地图上抹去这个经常与楚国作对的敌国。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楚庄王竟然宣布赦免郑襄公，并且同意和郑国议和。楚庄王对待郑国这一宽宏大量的处理方式，赢得了众多诸侯国对楚国的好感，他们明显感觉到了楚国的变化。楚国不再是以前那个虎狼野蛮之国了，不再是那个只凭武力凶残取胜的国家了。楚国开始严格遵守周礼传统，并且举起了仁义的大旗。公元前598年，陈国发生动乱，楚庄王兴兵讨伐。平定陈国之乱后，按照惯例，楚庄王必然会占领陈国，改陈为县。这个时候，这个楚庄王的大臣这个孙收死向他进谏，这个给他讲一个道理。他说，打比方说，一个人他的牛吃了你的庄稼，是吧？那么你惩罚他不就行了吗？你凭什么还要把他的牛一直掠得过来称为你的呢？这就告诉楚庄王，你让别人臣服了就行了，你还是恢复他的国家，让他对你俯首，不是俯首称臣，叫俯首听命就行了。你真的犯不着把他灭掉。听取大臣的建议，楚庄王并未改臣为县，而是迎回流亡在外的陈国公子归国即位。楚国的仁义之举得到诸国的称颂。孔子后来读到这段历史，对楚庄王重诺言讲信义的美德赞不绝口。楚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被中原诸国刮目相看。安定了国内秩序，通过发展增强了国力，同时又树立起了信义的大旗。楚国终于具备了争霸的充分条件。从整个春秋争霸史看，楚庄王所处的大环境是相当有利的。第一任霸主齐桓公时代已经过去了30年，第二任霸主晋文公也已经去世10多年。和齐桓公一样，晋文公的后代也没有人具有霸主的资质，接连几任晋国君主都很平庸，而其他中原国家也缺乏雄才大略之主。中原各国这些年一直陷于内乱之中，而南方的吴越两国此时则羽毛未丰，根本不具备争霸资格。可以说，历史为楚庄王争霸留出了充分广阔的舞台。强大的国家实力和深厚的文化礼仪基础，这对强健的翅膀将楚国送到了国运的高峰。此时，楚庄王离最后的登顶只有一步之遥，他需要一个机会，一个可以昭告天下、宣扬王者降临的仪式，而这个机会就在眼前。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因郑国时叛时服，亲率大军围攻郑国都城，对晋国的霸主权威发起了明确的挑战。果然，闻听郑国战败，霸主之国晋国立刻出兵救郑。晋楚两国军队在黄河南岸的避地摆开战场，一场决定未来霸主之位的决战就要开始了。在春秋时代，
战争开始之前有一个环节叫做制师，也就是双方先派出一辆战车在阵前格斗。春秋时代战车的特点是三人立于战车上，驾车的人称为车中，战车右边使用近战武器的士兵叫做车右，战车左边使用弓箭射击敌人的士兵则称为车左。《左传》中记载了这场楚晋大战之前的制式。为了震慑对方，开战前楚庄王派越伯、许伯和射叔三个人驾驶一辆战车向晋军发起挑战。楚晋之战之事就是楚人他做了一个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是秀一种表演，驾车的人他表演是什么，他快速的接近对方，快速的撤回原地。第二个就是车右表演，车右就是说他快速的接近对方，而且他能够把对方的头割下或者耳朵割下。那么车左是怎么呢，他杀死对方的一个将领，杀死对方一个士兵，在这种情况他迅速的换上替换车中，他去驾车，这一个动作也在一刹那之间完成。所以说楚国的这三个人都表演得非常完美，让对方叹为观止。面对越伯等三人的挑战，晋军也不甘示弱，在后面拼命的追赶。越伯在战车上不慌不忙接连射杀敌人，让追赶的晋军根本不能靠前。越伯剩下最后一支箭时，一只麋鹿出现了。越伯一箭射到麋鹿，将麋鹿送给追赶而来的晋国将领。一个反映到楚国的车兵他的技术已经是非常精湛，另一个方面呢，说楚人也渐渐的在接受周礼。你不是要遵循周礼吗？我就按照周礼规定的那一套表演给你看一看，既展示了自己的实力，也表示了自己是在遵循周礼。制式环节之后，晋楚双方正式展开大战。楚军布成三个方阵，向晋军轮番攻击。晋军被楚军高昂的气势吓破了胆，混乱中晋军涌向河岸，征船抢渡过河。因为慌乱，晋军许多战车陷入了泥泞之中，无法前进。在后面追敌的楚军见此情景，停下车来，高声呼喊着指挥晋军先抽取车前横木，拔去大旗，晋军的战车才得以脱离困境。晋军觉得很没面子啊，打了败仗本来就是没面子的事情，现在打了败仗连逃跑都要人家交，更没面子了。所以呢，他自己给自己下台阶啊，他说我们晋国啊是城濮之战以来总是打胜仗，没逃跑的经验啊，不像你们楚国啊老是打败仗，所以呢有丰富的逃跑经验，所以呢今天让你们交了一招了啊，谢谢了，格拉巴好了。这个时候如果楚人趁难追击的话，那么晋军必死无疑，但是楚人没这样做。我现在应该有一种大国的气度，楚国到现在这个份上是吧，我要想灭你是很简单的，就在眼前，但是我可以放你一马，让你知道我是遵循礼义的，我是有大国风度的。也许通过援引一些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我们更容易理解先秦贵族的精神世界，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贵族社会的一些精神原则是一脉相通的。公元1688年，英国肯特城的一座城堡中，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在窗前来回徘徊。不久前，詹姆斯二世被他的女婿威廉三世打败，并被剥夺了王位。之后，威廉三世将他囚禁在城堡，但是仍然为他保留了国王的待遇。
欧洲政治当中呢，有一个类似的传统，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呢，即使被从王位上推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个是骑士精神的表现。因此你看，欧洲权力斗争中的那些失败者很少有被处死的，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国王杀掉另一个国王，他们不是不知道养虎遗患的道理，可是呢，就是不愿意破坏自己的骑士风度。有一天，被囚禁的詹姆斯二世意外地发现，海边居然停着一艘无人看守的大船。这艘大船最终载着逃离城堡的詹姆斯二世驶向了法国。这次看似侥幸的逃脱，事实上是威廉三世网开一面，故意在城堡前的大海上不设防备，让詹姆斯二世顺利乘船逃回法国。逃跑的第二年，詹姆斯二世就组织了一支精良的雇佣军在爱尔兰登陆。威廉三世不得不从英法战争中腾出手来对付卷土重来的岳父。虽然威廉三世再一次击退岳父，保住了王位，却因为分散了兵力，在英法战争中失利。为了遵守贵族传统，对岳父网开一面，造成了国家命运的逆转。威廉三世的举动并没有遭到批评和嘲讽，因为在所有人看来，贵族风度比一时的胜败更有价值。春秋时代，整个贵族阶级以直戈披甲为国家冲锋陷阵为荣。秦国在选择国君时，首要条件就是勇敢。在《张不着传》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可以说，春秋时期的人们大多毫无畏死之心，死在战场上，在他们看来，是勇士结束生命的最好的方式。这场战争的胜利对楚国人来说十分及时，被中原强国多年压制的抑郁通过这场大胜一扫而空。战争结束后，楚国大臣一致向楚庄王建议收集禁军尸体，建造金棺。金棺就是把敌人的尸首把它堆起来，然后赔上封土，做成一个很大的类似我们现在埃及金字塔这样的一种大的坟墓。它的目的是在于炫耀，为了让后人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打了多么大的胜仗，是一种荣耀。面对这场空前的胜利，楚国大臣一致主张要建造几座金棺，向天下炫耀楚国的力量，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祖先的战功。然而，这个看起来很合理的建议却被楚庄王拒绝了。楚庄王曾提出“武有七德”，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动用武力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炫耀武功，而是为了制止暴力，防止战争，保障强大，巩固胜利，稳定社会，团结人民和发展经济。他说一个国君呢，只有做到这七件，才能够让后世永远不忘记。而现在我们让两国的子弟暴尸荒野，这个是一种残暴的行为。在这场战争中阵亡的这些晋国将士，他们都是为国家尽忠的，我怎么能够用他们的尸体建筑金棺呢？所以楚庄王下令呢，把这些晋国阵亡的将士的尸体
妥家埋葬，自己呢在黄河边上祭祀了河神，然后就退居了。对于武力，楚庄王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武字是由止和歌两字合成的，真正的消灭暴乱是永远停止动用武力，止戈为武，这才是真正的武功。楚庄王这个富于哲理的答案，标志着楚国政治文化不但超越了楚成王时代，也走在了整个华夏文化的前列。邲之战后，楚国声威大振，鲁宋郑陈等中原小国相继背弃晋国，依附楚国。晋国一时不敢南下与楚抗衡，楚国已经实至名归，成为了诸侯国中最强的主导力量。楚国信守仁义的举动更是赢得了各国的一致归心。到了楚庄王的下一代，楚国的国势已经无人能敌。公元前493年，60多岁的孔子带着几十名弟子来到楚国邺邑。孔子见到了当地地方官叶公，并接受叶公问政。孔子对楚庄王不吝赞美之词，他说，楚庄王是春秋时代罕见的，几乎各方面都符合儒家理想的君主。的确，楚庄王打败陈国，却没有将陈灭掉。在郑国穷途末路之际，赦免郑襄公，并与郑国议和。尊重生命，不见金官，提出止戈为武。楚庄王的这些行为与孔子坚持的儒家道德最高境界恰相吻合。如愿以偿登上霸主之位，楚庄王却陷入了深深的忧虑。楚国繁荣盛世之下隐藏的重重危机困扰着他。中原化的负面效果一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楚国霸业的延续，最为致命的是人才选拔机制的缺陷，导致了楚国可用之才极度匮乏。一天，楚庄王在宫中呢召集大臣们开会，跟每次会议一样，楚庄王提出一个问题，大臣们总是在那面面相觑，没有谁能拿出高明的见解。最后呢，总是楚庄王一言而决。大臣们纷纷称赞君主决策高明，但是退朝之后呢，楚庄王却深深叹了一口气。申公就问他说，大王今天的会啊开得很顺利，你叹什么气呢？楚庄王说，一个国家能否持续兴盛发展，关键是看能不能持续不断地出现贤才。你看楚国的政治现状，每次都是靠我一个人来决策，一旦我不在了，楚国会变成什么样呢？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在病榻上合上了双眼。离开人世之际，他既有着对功业的满足，又怀抱着对楚国未来深深的忧虑。在楚庄王生活的时代，人们无法参透历史的真谛，那就是依赖个人素质建立起来的盛世是不可能持久的。强人政治事实上并不可取，我们最需要的还是一种制度。一个历史上出现一个强人，
那么这种强人，他凭他的雄才大略，他的确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使这个国家线上走上一种富强的道路，强大起来。但是由于他没有一系列的规章，一系列的制度保证他的政令畅通，保证他的一些积极的政策能够延续，所以当王武这种强人谢幕之后，出现的一种权力的真空，继而就是一种混乱残存。楚庄王尸骨未寒，贵族间的新仇旧恨迅速暴露，王族与亲族矛盾激化，受到王族威胁的大臣吴臣面临危机流亡他国。结果王族杀掉了他留在楚国的家人，瓜分了他的财产。悲痛万分的吴臣投奔晋国，之后出使吴国，教吴人军阵之术以牵制楚国。吴国势强，令楚国后患无穷。楚庄王死后几十年间，楚国国力直线下滑，楚国的霸业渐行渐远，名存实亡。明君贤臣风云际遇，造就一代足以彪炳史册的王道霸权。然而历史的局限决定了楚庄王无法将楚国国策制度化。人亡政绩，等一代雄主逝去，他所创造的盛世也很快光芒散去。繁华落尽，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轮回。以兵之盟带来久违的和平，楚灵王以修建天下最为豪华的宫殿彰显楚国荣耀，盛世崩塌只在一瞬，皇族叛乱，楚灵王自缢身亡，章华台开启了动乱的潘多拉之盒，至此楚国的霸业渐行渐远，名存实亡。